昨天放量普涨，多方仍然较弱，板块几乎全面沦陷，黄金、银行、钢铁、电力等翻红，软件服务、通讯、电子元件等科技股盘面杀跌，板块延迟性差，盘面还真成了死局。今天普跌，平均股价未能向上突破下降趋势线，早期震荡磨底阶段不变，平均股价今日创历史新高，个股三只历史新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